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聊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爱情中爱你的男人肯定会有哪些表现，你都知道吗？相信很多女生呢，在爱情当中都扮演着一个侦探的角色，每天都会有许多的担心，想想这，想想那。 总觉得自己的另一半对自己有所隐瞒，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习惯。有时候这样的做法不仅不会印证你的想法，反而会产生连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反面作用。这从另一方面呢，也反映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和对自己的另一半不信任。有时候我们要善于发现对方的好，心里要相互想着对方，这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要实在。 那么接下来，咱们就看一看什么样的男人是真正爱你的男人。所以今天想告诉女性朋友，到底应该怎样去分辨丈夫对自己是否真心？那就是用真心去对你的好男人。男人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想给你更好的生活。小雨呢，总是嫌弃丈夫对她不够热情，在家时不时的还会抱怨自己几句。 每次丈夫呢都会装作没听见一样，用一些很应付的语气词就把他给敷衍过去了。遇到丈夫这样的表现，小雨自然是很不开心了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况，就会和丈夫玩冷战。其实她自己心里也会很期待丈夫可以安慰一下自己，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她玩冷战，丈夫是完全不在乎的。实际上，小雨的丈夫还真是对小雨很好的男人。 只是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，所以呢，对小雨才有了一些忽视。这当然也有小雨丈夫的责任，只是他也有自己的无奈。小雨结婚之后呢，就在家里做家务，外面的事情啊，从来都是丈夫自己来处理的。这样的生活，丈夫身上的压力是很重的。他也不是土豪，生活需要自己慢慢的打拼和积累。之前呢，自己一个人随便的应付一下也就过去了。现在结婚了，就要承担起更多的生活重担。 自然是心思只能全部都放在工作中，才能保证家庭的生活质量。这其实才是一个男人该有的责任和担当。 并不是他不想搭理你。如果女人不能理解这种好丈夫，会慢慢远离你的生活。丈夫看到你受委屈时，他会比你还着急，这就是爱你的表现。一个男人很晚回家，一身酒气，也不一定就是出去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。很多男人的工作是避免不了各种应酬的，喝点酒也是难免的。作为一个女人或者妻子呢，还是要多多的体贴他，理解他为好。 现在想在社会上站稳脚跟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无论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其实都一样需要承担很多的压力。如果你们想很正确的去处理这些压力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到两个人是否是真心的。只要两个人都付出了真心，以后就是万里晴空了。这下女生们应该明白了吧？真正对你好的男人，并不是靠嘴的，他们用心证明自己还爱着你们。 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